赛的输赢，因为前几场都是上半场赢，后半场输。如果输了的话，对我们队是一个致命的一个打击，真的已经到了该悬崖勒马的时候了。我觉得就很难打，做你该做的事情，防守和进攻。OK， 欢迎回来，接下来这就是灌篮魔王赛的第一节比赛即将开始。首先由 J Team 的球员队发球，杨正，过后面对阿联。稍稍有些慌，不要紧张。哦，大魔王的气势啊，上场之后直接造成了失误。这边第一位跟易建联打不会玩了，把球传出去了。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各位。易建联右侧弧顶，哎，自己一个失误，交还给钟建昌。钟建昌连续的失误，看来魔王对抗赛的激烈程度就是不一样。易建联连个真打呀，有意巧得命中 easy。丁威迪进行发球，交给钟建超。挡拆之后，钟建超面对丁威迪，稍稍有些慌张。这个球能不能拿到？底线转身没有力量，又是一记失误。丁威迪交给易建联。哇！哎！哇！哎呦！怎么样这个球？回来一记火锅。知道我们平时跟他们打是什么感觉了吧？他们真正的打，给你的火锅加点酸汤啊！易建联，哇！发球，两发不中，但是抢到篮板。易建联转身内线，啊吼！啊吼！啊吼 ！In your face， 刘恒毅，这个真的没办法。易建联，现役中国篮球第一人。哇，吴姐，统治级别的，真的就是他想打个两分他就打两分，他想隔扣你，那就隔扣你好了，就是为所欲为。我上去以后，通过前两个回合就感受到，其实对方是很认真的，那么我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很好的发挥自己，这样我们也是叫做我们相互的尊重。暂停哦 ，J Team 请求暂停。哇，好球，亮哥！你们就是他们都在换，对不对？所以梦想，谁是防梦想？你去挡拆，如果你挡拆，然后他换到你，你就直接往下面，然后你传给他，对不对？或者就是一直 PK 梦想啊，挡他就换，挡他就换，没事儿，你想让他放他进去，梁哥帮你协防。好，好，可以。好好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. J team， 一二三，罗杰士。钟显超。给了刘恒毅，传球不错，抛投命中。丁威迪超远的三分险些命中，孟翔没能抢下篮板，交给钟显超，外线找着机会，面对孟翔，
很漂亮的传球，刘亨毅稍稍有点紧张，但是还是把球打中。比分还是两分的差距，丁威迪给到孟翔，转身，哎，差一点。丁威迪打一些，五秒钟的时间，哎。好球，他就直接进攻每一个球员，然后到最后就是我们一直靠他得分传球，就是突破一直靠他，很有自信，谁都不怕，就是遇强则强，所以我没有看到我们队上有任何放松的时候，就是一会儿打他们魔王队的时候我们也咬紧了他们，对，丁威迪给到孟翔 three， 差一点，杨正机会，继续，还是被龙骑士破坏掉，易建联给到丁威迪，底线的孟翔，孟翔加罚一次，嘿嘿，有意思啊！今天的篮筐有点想抢戏啊。杨正，右侧面对阿联，稍微有些慌张，走走走。前两场表现完美的杨正，面对易建联的防守，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我们跟广东打，我们一挡拆也这样，联哥又换到我防我，这种感觉好熟悉。易建联现在要想办法尽可能为自己的球队扩大领先优势，内线造成犯规，罚球，好球！这样的球员除了犯规还怎么阻挡呢？球。刘恒毅今天防守的非常非常好，然后他就是一直防易建联，我觉得我全队最可以防他的就是刘恒毅。刘恒毅要小心了啊，自己已经两次犯规，两次别急，两罚全中，比分差距来到四分，龙骑士10-6领先 JT。掩护之后，想找到里面的大打小，但没机会，没能把握住机会。钟彦昌，外线杨正，跳投，还是没能命中。刘毅强断，换换换。哎。犯规。好球啊，好球啊，裁判裁判，龙骑士换上了延续，好了，两罚中一，换人 JT， 换下姚正，换上张晨鑫，丁威迪依然是打内线的阿联，哎，力量不吃亏，但是欧阳跳投命中，刘恒毅的表情已经开始有点脱水的状态了，是吗？他累了，他非常累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其实一直都清楚自己和职业球员的差距，对。刘恒毅已经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中锋了，没能命中，但是对抗他简直就大人打小孩一样。职业team请求换人。丁威迪空位的机会，没有选择投篮，给到内线阿联，造成犯规，一罚命中，
小梁哥，两罚全中。他可能是一个 man， 然后大家都是小孩。易建联，易建联，易建联，易建联。这 team 的球权，选择直接投篮三分，没能命中。张振鑫拼命抢回篮板，但是给到了丁威迪的手中。手手手。延续还能自己抢了篮板，很聪明。漂亮，延续得分了。GT 请求换人。GT 全员换下，换上张天翼、冯汉普、钟显超。龙骑士换上了孟博龙，坚持坚持。钟显超给单挑的机会 ，three point， 三分球命中，帮一点。易建联给了丁威迪，把空间拉开，三秒钟，漂亮，三分命中。钟显超面对丁威迪，传给张天翼，罚球。现在对不起。OK， 领队上场。OK，J Team 使用了领队时间。上场的是杰伦哥周杰伦。今天有意思啊！今天玩得很好啊！周董在场上得分翻倍。哎，主动防守易建联。完了，梁哥不好意思打了。完了，这是心理限制啊。这上去让我打断他们节奏，他不可能好好打的，周杰伦。哎嘿嘿，跳投，哎，还是有影响的。转给他，钟显超交给周杰伦。我们都是篮球爱好者，我喜欢的篮球的心态是不输给任何球员的。他第一个球投进，我真的觉得很惊讶，因为在坐着的时候突然间上去打篮球，你很不容易进球。来，全场跟我一起喊：周杰伦，周杰伦，周杰伦。小跳投命中两分，那真的是随便打。换人 ，GT 请求换人，换上冯汉普、张天翼。GT 的球权，抓紧时间利用领队时间。周董给到冯汉普，哇，面对易建联两分命中，后面，对，易建联是不是要还一个 answer ball？easy， 视若无物，直接突破进入内线。杰伦哥，哇，面对易建联，
位的机会。哇，险些命中，出来，把球交给丁威迪。走走走。5, 4, 3, 2, 1。换人。领队时间到。杰龙哥，杰龙哥，好球，好球，好，很好。太帅了，杰龙哥。自己比较觉得比较后悔的就是没有多投几球，有一种那种见好就收的感觉，不应该这样。就是当你顺手了，应该多投，所以我有点后悔。没想到这个易建联防守我也是啊，防守挺认真的，早知道不给他看演唱会了哦。之前还一起看过演唱会，没想到啊，这次跑到别人队上去了。决定换上钟显超，龙骑士换上了孟博龙，最后八秒。钟显超双掩护之后，三分没能命中。OK， 第一节比赛结束，恭喜龙骑士大魔王队攻下27分，以7分领先 JT。嘛呢，志锦还不会休息？给你看一好的。这么帅，这不是我吗？也不看看谁拍的。得了吧，手机好。也是，毕竟 OPPO 27 Pro 夜拍 MVP。真不错。走吧走吧，赶紧回去休息。回去记得把照片传给我啊。对对